过就给你翻了。现在如果这么巧了，他不记了。大娘啊，你别笑了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你给他病得好严重啊。这个黄生天啊，他写了一本青天秘籍，他那个青天秘籍就在我这儿，我们可能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今天呢走到张大五就来了，对嘛，又是我弄菜，张大那个香肠蛇都已经蒸香的了的，再来他跑儿子去了，不要叫嘛，妈咪。哎呀，去。哎，老大，这个肉肉在炒啥子？肉肉炒儿子嘛。对吧？哦，是原来有三个东西。耶，媳妇好，回来了啊！你来这，你走到别人家去吃个猪肉，你来了。如今我这就来了，给那几个人。老大，你屋里这个鸡蛋是啥子生的？这么大个。猪圈子生的嘛。好袖子，妈呀，一口都吃了。还有比这个还要小的。还有盐的呀，你肠子要弄好泡啊。弄得好。咱们吃了啥都不吃了，是吧？香肠要不要了？要得，今天菜是个丰盛哈，有儿子炒肉，凉拌豇豆，素炒腾腾菜，整个麻婆豆腐，香肠腊肉嘛在锅里头，咸鸭蛋嘛已经煮好了，这儿先切点姜可可，豇豆焯下水，等下豆腐打下水。来，先把儿子炒肉炒了哈。我娘也不晓得，你没想到拿点餐起上来。弄麻婆豆腐了，来呀，好汤，切点水下去。把你炒成青菜哈。吃了青菜噻，人越壮越帅哦。这下好眼熟啊！十年前本官还在县城任职。开饭了没有？正在做噻。哎，怎么我来？怎么来？怎么没有的？老子来了，不行。舅舅他是我们收据的，他来坐了。先别哭。走走走，先坐坐坐。这道就是今天吃的麻婆豆腐，对吧？太厉害了嘛！哎呀，你喜欢吃猪油啊？然后你直接拿那个，来来来，来给你把那个板弄上来。你舅公是那点酒的嘛？而且你当舅公是要做上马威的哦，我当舅公要做上马威的。上不拉，上不。做得不得了个对头。那那个当舅舅的还是要做上马威的。整龙骨。自己弄的盐蛋哈。我这呢？啊，那你这边啊，叫得好，好爽。你手机来的吧？晓得。这个两分钟都有。你陪我去看看。有人闹你。啊，你先出去。别吃了嘛。哇，我不行了。明天就得了，明天就得了。现在明天小满不满，小满不满，忙着就不管。小满不满，忙着就不管。哎，大哥。今天都不落雨啊，这个包公是看来教人了。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里，而不是新闻。哟，我们的东西又在吃。来吧，今天真的吃饭喽。哦，不是，没得电了。哎呀。那我就问不到电了，你是叫？欢迎光临，为三缺一，这是公益。这个凉拌的汤汁用来泡饭，少烧喉啊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斗争。马上实施了，再念一下当年。
下去。哎，好了。咦？看啊，这个时候大家屋里那个猫咪下的是个小崽崽，好乖哦，你认认真真的。好，妹妹，拜拜了，带着小猫咪去搞个了。咪，快来，快来呀，快来。来嘛，来。